嗨，这里是刚下班的小卢一枚。今天呢，就是继续我的美白大业，和大家分享我在上个剧组就改造的好物。大家都知道我之前在敦煌的时候，因为那边又晒又热的一个气候，在补水啊防晒上面，我就多下功夫研究了一下，就是一个自我进修的状态。我们之间还会聊说，哇，你又黑了，哇，你不接戏了怎么办？然后当时白宇老师给我推荐了这款Eucerin的光影精华，是他自己觉得特别好用，然后我就吃下了这个安利，并加入自己的美白清单。然后我就结束了工作，来了青岛这边，我就想这边的紫外线跟那边比，不可能啦。然后就是因为这放松的景地，我就狠狠被晒到了。亲爱的经纪人姐姐不知道在哪看到了我的照片，然后就 cue 我说赶紧美白防晒。然后正好呢，当时有Eucerin光影精华到了，我就开始用起来。晒不用说了，也是很明显了，没晒太阳的地方和直面太阳的就是完全两个色号。我是在接触的补水护肤之后用到了这个精华，主要呢就是把它涂在就是所有的印堂啊或者这些色差比较明显的地方，而且它质地就特别清爽，就是非常好的推坑，而且完全不会黏腻，它一下就吸收了，而且表面现在皮肤就是软软的，它不会有一层那种膜感。我搭配着高倍防晒，坚持两个星期是真的很有用。在我晒狠的那段时间，我当时坐在化妆镜前，我都会哇，真的好黑啊！就自己看照片的时候都有点离谱。但至少现在的我，每天早上往那一坐，我是觉得哇，真的是有整个人亮了很多，就是正常了很多。身边朋友也被我种草了，然后现在就是来给你们分享。而且这也是他们研究了10年的成分，比那些什么烟酰胺啊、甾基硒要强了不止1000倍，所以效果会很快很好。而且 Eucerin 呢又是一个很宝藏的品牌，就不管是科技啊成分都是很前沿的，而且有实打实的效果。其实每个人追求无氧白不白也不重要，但是主要是气色好，然后健康，然后要注意防晒，因为你不防晒也是容易被晒光老化的。美白这个事情就是不能偷懒，不能侥幸心理啊！希望喜欢白白的妹妹可以一直白白亮亮的哦，拜拜，晚安。